英雄联盟 RAM 地图屠戮大桥限时回归，限时大长活动，派克沙漠鬼影造型，一次拥有。随着来自比尔吉沃特的新英雄血港开膛手派克登场，曾大受好评的英雄联盟随机单周地图屠戮大桥即日起至2018年6月19日也限时回归，同步推出来自比尔吉沃特的礼包派克的血港烟礼限时大长活动，邀请玩家一起前往屠戮大桥体验比尔吉沃特的战场风光。参与活动的玩家有机会可以获得派克沙漠鬼影造型、凯沙英雄、十圣加成、一行等超值好礼。英雄联盟 RAM 地图屠戮大桥限时回归，现实随机单周地图屠戮大桥是残恶码头中一座巨大残破的桥梁，这座以古岩建造的桥原本是通往庙宇入口的通道，长久以来都没有特别的维护修缮，是 RAM 的最佳战斗场所。充满多元文化色彩，搭配不停歇的加农炮塔所发出的密集炮火，让玩家置身在充满冒险精神的海盗港湾中。限时回归，玩家千万不要错过。归来的血港开膛手派克，强势输出型辅助，而来自比尔吉沃特的新英雄血港开膛手派克是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因为遭伙伴抛弃而被深海巨怪吞噬，但沉默的派克并未因此死去。几年过去，残恶码头开始流传出一名被称作血港开膛手的亡魂，不断地在此处徘徊，用他全新的超自然力量毫不拖泥带水地将那些剥削他人以赚取财富的恶徒带往阴森的末路，同时也将名字一个个地从那份看似没有尽头的复仇清单上清除。高难度的操作加上强力输出，堪称最强辅助英雄之一。全新英雄血港开膛手派克登场，最强辅助英雄之一。技能说明血港烟里被动，若派克处于敌方看不见的状态，他会快速的回复最近因敌方英雄而失去的生命。此外，派克从各种来源获得的额外生命将全部被替换为物理攻击。刺骨串查 Q 按一下，派克串刺前方的所有敌人，并使其减少大量炮速。按住，派克准备后扔出串查，刺穿第一个击中的敌人，并将其往自己拉近一段固定距离。幽海深潜 W， 派克潜进幽海，进入伪装状态，并获得大量炮速，在数秒内递减。只要不离敌人太近，处于伪装状态的派克就不会被看见。普攻或是释放技能都会立即解除伪装。逆流鬼影一，派克冲刺，在后方留下一个鬼影。短暂延迟后，鬼影会返回派克的位置，晕眩路径上所有敌人并造成伤害。汪洋死域二，派克攻击一个 X 型的区域，处决生命低于一定量的所有英雄。
在 X 区域中未被处决的敌方英雄会受到一样的伤害。若有敌方英雄于 X 区域死亡，最后一个助攻的队友可以获得完整的击杀金钱奖励，而派克在一小段时间内可以立即再次释放此技能。限时大长活动，邀请玩家齐聚屠戮大桥站起来。随主本次改版，加上随机单周地图屠戮大桥限时回归，同步推出来自比尔吉沃特的礼包，派克的血港烟里限时大长活动，大方送出英雄与造型，邀请玩家一同前往屠戮大桥体验比尔吉沃特的战场风光。第一弹，来自比尔吉沃特的礼包活动时间，即日起2018年6月18日1:23:59，活动内容与奖励，于活动时间内参与随机单中的所有玩家将可获得3000蓝粉。加码礼将于参加的玩家中随机抽出100个派克英雄。派克造型，第二弹，派克的血港烟力活动日期，即日起2018年6月18日1:23:59。活动内容与奖励，一，很久没来了礼，从2018年3月12日一，后卫登录玩家，于此次登录后可直接获得开杀英雄十胜加成一行。二，新手大包里，活动期间内创建账号玩家可直接获得获释十胜加成1+6000蓝粉。